嗽特别热。热？嗯。你会不会又发烧了？你不是特别热吗？嗯。你你们医院的母猫宝宝发情期干干嘛？母猫发情就痊愈了？嗯，痊愈。不痊愈啊？一会儿生小猫啊？你想配什么样的？哎呀，你告诉我大概持续多长时间？短则两三天，长则半个月吧。半个月？停！我有办法了，我有办法了。之前你在猫星的时候，出现过这种情况吗？没有。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因为身体发育和激素分泌的异常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有一个办法，现在就可以试试。什么办法？我不是说这个办法。只有这个办法。你为什么不是？小小小，我们这儿呢，和你们猫星是不同的。有什么不同啊？老师说喜欢的人就可以，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可以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你该睡觉了。那你跟我一起睡。你们玩好了。